想要揭开和猫熊有关的众多谜团，必须要先有足够的族群数量让专家来研究。那么张和明所率领的团队呢，目前他们的保育猫熊数量已经有187只，但是光是这些猫熊的吃喝住用的花费呢，每年就超过了新台币3600万，开销不小，也需要仰赖各界的爱心认养资助。那么这些认养人当中有企业家，像是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，他就花了600万人民币来认养。那么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艺人跟明星抢着当猫熊的干爹干妈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也会想问，那么如果我呢，我也想要认养一只猫熊，要捐助多少钱？这个门槛到底高不高呢？继续是我们的报道。这个就是梁朝伟先生所认养的熊猫，他是03年出生的，现居住地是北京动物园，这是一只母的熊猫。艺人梁朝伟在2003年到四川雅安基地终生认养刚出生的小猫熊英华，赞助照顾猫熊衍生的所有费用。而和梁朝伟一样升格当猫熊奶爸的，还有他黄小明。全部喂完？啊，全部喂的。哇，他喝的好快。太饿了。把我们家孩子弄饿了，没了，现在是吸空了，没了。抽的时候快一点。没了。擦嘴。黄晓明一口气认养了一对双胞胎小猫熊，叫做平平和安安。他是最称职的终身认养人，就连脚受伤了，也坚持拄着拐杖抽空来探望。别吓着，他回去了，去。吃了，哎，吃了，就是很亲切，就跟看自己孩子似的，瞬间感觉就不是明星了，跟我们每一个关注熊猫的人一样。猫熊的魅力连明星也无法挡，来认养猫熊当干爹干妈的艺人还真不少，而名人的号召力十分惊人，吸引许多民众慕名而来。观看不够过瘾，想要当个认养人的话，门槛并没有想象中的高。分享认养的话是这样子的，一只熊猫可以分10个人认养，这个10个人认养的话为期是1年，1年40000元的费用，10个人分摊下来1人4000元人民币，特定认养则是由1个人认养，1年1约，费用40000元，终身认养费用则是由50万元人民币起跳。2倍重量，借由明星们的抛砖引玉，果然是询问度暴增。大猫熊研究中心将利用认养民众的爱心捐助，为这些可爱的动物宝贝创造更好的猫熊乐园。的确，要建造一个猫熊乐园呢，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。但不管是透过认养资助也好，参观买门票也好，或者是猫熊这个周边商品的销售，但一谈到钱呢，难免社会就会出现一些质疑的声浪，说你们这个单纯的动物保育啊，又沾染了商业色彩什么的。那么这一部分您的看法是什么？以前的熊猫是很少，圈养熊猫几乎只有10只，我们从10只现在发展到187只，现在我们很多的熊猫去做公众教育，做科学研究，甚至做你刚才说的牵扯到一些商业活动，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。而且呢，这种一些经费过来支持，反而来支持这些保护区的建立啊，基础设施啊和科学研究啊，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另外一点，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，公众教育这方面呢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因为包括香港海洋公园，还有台北市的动物园，包括我们的这些中心基地的游客来了以后，他对这个熊猫的那种关注度和爱的程度，他认为这个动物真是应该保护，必须要保护，毫无条件的要保护，所以在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方面是非常重要的。凡是动物呢，都有一点这个灵性，尤其像这个猫熊跟我们人类这么亲近。那么如果我们接下来谈谈这个猫熊跟人类之间的关系，您从专家的角度来看，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和解读？我们人类在这些文化渊源当中，其实受熊猫的影响很大。比如说熊猫其实你看这个眼睛呢，我们叫什么叫猫眼，就是很多女孩把这个眼睛画得很黑，显得很有神很亮，实际熊猫早就是这样的。你看熊猫的眼睛很小，你看这眼圈很大，很有神，很有威慑力的这种情况，其实我们好多女孩向它学习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模特步，我们叫猫步，是肋八字，熊猫早就是这样走的。而且熊猫的体长身材越长的话，走路这个猫步的话更像，
所以那个也是向他们学的。还有我们的太极，你看那太极图跟那熊猫圈起来睡觉的时候不是很像吗？黑白相间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受它的影响更大。说到影响，当然您的感受肯定更为深刻了。有很多人羡慕你每天这个上班呢，就是跟这个猫熊在一块儿，觉得这份工作真是再幸福不过了。但是我想这长达30年的时间，它背后的辛苦跟辛酸肯定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我很好奇，你认为这样一份特殊的工作给您自己的人生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意义？我就是做我喜欢做的工作，就一定要持之以恒把这件事儿做好。我就认为人一生当中能做好一两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，所以要持之以恒坚持做下去。我最常跟自己说，熊猫这么可爱，熊猫它需要我们人类的帮助，它跟我们人类实际上它的帮助也是我们人类的造成的，它本身比我们的历史长得多，是我们人类造成的，我们就去要负责任把它这项工作做好，要做就要把这工作做好帮到底，这样的。